嘛袂用的哦。什么水呢？哈，你还知影？论起的，伊的祖母是通天教主，论过的把他建立，恐惊咱无都买伊罪过。话阁讲一下，倒转来，真咱是后背者，一真背者。如果那口角，这要怎样来办呢？此事你不用担忧，个个事情已经发生，可比水破路地难，你再收回呀。虽然讲咱的书籍通天教主法力无边，伊所修的门道非妖之灵，可是讲若是要往进辟谣宫，伊就得不可能先报发了。咱代志我亲身去了做，不过我希望讲，你派你放心问，会当派你问，派你知，绝对袂当不再接唔物心机。这代志我自然安排，等下明天我就亲身往进去庙宫，向了书记找做就是呀。多谢师兄，你好冤进来，才会当解决这个问题。放心问实在责任有够重的，既然你都下山啦，也无用的啦。你代替我派风信放好无？我无这个福运，你爱了解当时师父放你下山以来，是因为你公子牙我先界尊严扣犯关注我。你师父要当作依你，让你当登高天台，再让你派的风信放，只有你做这能力，才有可能你后进遁这天界。只不过为何你关我人的过关？这是因为你不下山之事。新公报太过不应该对你心存不安，你是要下山进前，所叫你交代，别当回头看山遮。你既然听新公报叫你的命令，你回头离去，犯了七世三灾之祸。所以顶顶头下罪过，就当作是山上所来引起。你尽管安心，十二本人一定听你到底啊！当有出事，不错，也报了。天数既定，我也不可不为。要若安尼是，师爷你得讲，今路定西，等来明天时阵，才到做面头前，好好坐车不迟。今夜在厝的阿爷，坐在明天见了，天也不了。七点准时开宴，这些。